各位好，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！我是六叔叔。这个呢是我刚入摄影坑时买的背包，算下来快二十年了吧？当时花了好像不到五百块买的，陪我一路走到了今天。背包嘛，有一个就行，也不影响画质，对吧？本来准备把它用到烂的，结果最近呢被其他 App 种草了这款 P G Y Touch One More。 太香了，实在没忍住，迷彩金限量版，原价一千零九十九，优惠三十块，到手一零六九。经过大概两周的使用啊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本期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这款 OneMore 摄影背包的体验分享。OneMore 一共两款颜色，我买的是迷彩金限量版。我嫌另一款纯黑色有点太沉闷了，可能我还年轻吧。你们觉得哪款好看呢？黑色的扣一，迷彩金扣二。 这款背包整体是流线型设计，简约流畅，外观浑然一体，几乎没有累赘的设计，符合我科技之男的审美情趣。做工细节没得说，面料是尼龙材质，摸起来柔软舒适，有种皮革的触感，缝线整齐规整，我是一根线头都没找到啊。承重的关键部位都用了加固的缝线，拉链采用了柔性尼龙材质。 柔软顺滑，表面还有一层闭合的防水设计，拉链头部都有延长的手绳，方便快速拉开拉链。万茂的产品经理啊，一定是大量研究了摄影师的各种痛点，背包设计上有非常多的巧思，听我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。这款 one more 其实是两个包，一个背包，一个单肩包，这两个包呢，既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组合使用。如果平时出去玩，随便拍拍。 只带一机一镜一个单肩包足够了。如果像我一样器材党，除了一堆相机和镜头，还有无人机、稳定器、便携灯，那就可以两个包一起使用。我一般是把无人机装在单肩包里，再塞进背包里，这样出门比较方便，不用东一个西一个的。开始拍摄时，把单肩包取出来挂在背包的前面，可以随时取出无人机进行拍摄，还可以把单肩包当临时储物空间。 放一些无人机不用的零件，防止乱放忘拿。之前发生过 n 次啊。OneMode 侧面上下有两个快速的开口，去掉一个肩带，把背包横置，拉开拉链就可以快速取出相机。单肩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取出。下面的这个快速入口里还有三个电池口袋，上面有个电量标记，推拉呀可以切换红色绿色的标识，有电的就开个绿色，用完了放个红色。 这个设计啊，真是太赞了！啥？你只有一块电池？OneMore 提供一堆 DIY 隔板，无论是背包还是单肩包，都可以按你的要求自由的安排空间。无论是纯摄影还是出差旅行，善用隔板都可以物尽其用。OneMore 啊，太能装了！我试过我的两机三镜、一台无人机加带平板遥控器、一台笔记本、一台稳定器、一只三脚架，各种配件安排的妥妥了。 背包和单肩包都支持扩展空间，扩展拉链以后又可以塞进去一堆东西，不怕装不下，就怕你背不动。话说，好久没健身了。o n e m o 到处都是可以存放小配件的小空间，肩带上的小口袋和松紧绑带可以用来放置连接线、电池、镜头盖和小脚架等小物品。侧面的口袋呢，可以用来放充电宝、各种连接线或者放你的手机，也是个好选择。 背包的正面底部还有两个磁吸开关的口袋，里面是打通的，可以临时存放一些小东西，比如官方赠送的绑带。说到绑带，官方赠送了两根，两头自带挂钩，可以将单肩包挂在前面当做腰包使用，也可以任意连接背包上到处都是的挂扣，随意组合。侧面这里呢也有一个绑带，可以把三脚架插在下面的口袋里，把挂钩一扣，结结实实的。 连背带也有地方插存放时不用担心背带到处跑了。o n e m o e 侧面的三个比较容易被小偷盯上的开口啊，都做了拉链防盗设计。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设计，想一下拉开拉链偷里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另外这里的口袋还有防盗刷的屏蔽层，可以保护你的各种卡不被搁着包盗刷。嗯，虽然我好久没有用卡了，有嘛总比没有强。o n e m o e 采用了防水材质的面料。 拉链的接缝处啊，也做了防水处理，尤其是背后的这一圈拉链，一圈都是橡胶的材质。官方还赠送了防水罩，一般刮风下雨完全不用担心打湿器材。作为一款背包，背负体验当然非常重要。OneMode 的肩带呢，非常的宽，采用了弧形人体工程学设计，上下都有快速收紧的设计，背起来肩膀还是挺舒服的。背面呢有一定的硬度，可以很好的支持背包的重量。 采用了透气材质，摸了一下，应该不是海绵，比海绵要硬一点。中间这里有一定的弧度，背包不会紧贴背部。这里呢还有几条放射状的透气槽。我的使用感受是，大夏天的，嗯，该出汗还是出汗，不过不会感觉特别的闷热，出的汗很快会被蒸发掉，整体感受还是舒适的。缺点。 不是我不想说，用了一段时间，真心是没发现什么像样的缺点。硬要说呢，那就是啊，再便宜一点吧。同意的扣个一。负责任的说，这款 One More 是截止到目前我最满意的摄影背包，好看，能装，空间自由，背着舒服，懂摄影师。价格方面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虽然有些同学啊还是会嫌贵，但我只能说，嗯，值这个价。 对了，这款背包啊，支持全球终身质保，只需要去 P g Y Touch 的公众号注册一下就可以了。从这一点呢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还是挺自信的。行，这就是本期评测的内容啊。拍个视频不容易，喜欢的给个三连。这些数据呢，能帮助六叔走得更远。感谢大家，我是六叔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爱你们，比心。 拜拜。Bye bye.